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翔央啊。这一次来到这个极速领域的第七集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一样先按对战房间，然后按创建房间。那这一次我们要玩的模式是个人竞速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玩的地图是这个极速列车。那我们就先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线上的人要跟我们玩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游戏里面，直接进到游戏。突然刚有一些人，所以再等一下，大家差不多都按准备了，但是大家都按准备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游戏里面，直接进到游戏里面。1分48秒14。那我就是第二名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。这个个人竞速极速列车，那喜欢我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大家下次见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